Today is my first day of filming for 大话经 True Lies. <笑>我要。请问我是什么型？啊？我是什么型？我的理想型。那我是什么型？就是我的理想型。就没有分类的吗？ So I haven't had my lunch. In between while I need to change clothes, I steal a piece of chicken. Toilet! Let me finish first! It's not what you eat in the toilet. It's not weird. It's not weird to eat in the toilet. You are weird. Today we are filming a wedding scene, but I'm not the one getting married. <笑>我们的男主角马昂，嗨，他就平时喜欢耍帅。哪里耍帅了？他本来就很帅。<笑> 落汤鸡，本来应该是很浪漫的，结果变成两只落汤鸡。In case you're wondering why I'm doing, I'm cleaning my glasses. Action！也不能让他为所欲为啊。为什么拍戏总是要折磨人呢？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好好相处呢？为什么？ 我要去做我的break， now I'm going back to the chair. 回来了，很乖的，邦铁让我出去上个厕所。可以来点早餐进来。下一。
那个大炒面， 一起看。 这个幻觉。 如果你们喜欢我的 video， 我的幕后花絮呢，就请按赞吧，还有 hit subscribe。那么大话精是在今年，三月四月份的时候拍。 很荣幸能够跟中国演员马昂一起合作，这位非常的专业，他的哭戏也是一流，当然可以跟我比啦，但是可能我可能比他好一点，没有啦。跟马昂有没有火花？我觉得马昂是个很好的演员，所以不难跟他擦出火花。所以在整个过程拍摄，在整个拍摄过程呢， 我们就经常会坐下来一起讨论剧本，然后他有时候给的提议，我觉得都非常非常的棒，所以马昂是个很用功的演员，还有这次跟 Apple 跟 Ian 合作，也是第一次跟 Apple 合作，他很可爱，很惹人爱，拍摄的过程当中呢。 其实很多时候是很累的，那我们拍戏的时候要在片场熬夜啊，或者是等的时间很长。那么因为马昂 Apple 他们的性格很平易近人，然后我们在片场的时间通常我们就会一起玩耍。其实我觉得最辛苦的过程呢，是我们在拍货仓的时候。 那个我要被绑啊，然后我要被淋湿啊，要被杀，被虐待。Apple，你怎么忍心虐待我呢？整个拍摄过程呢，我们在货场拍了两天吧。我能说的是，很考验一个人的体力，而且我整个。 状态，整个精神状态没有很好，因为说真的很累。我觉得累不只是累啊，它只是很虐心。因为Nadia 跟 Aidan 说出一些他心里藏着的一个秘密。那么跟纷飞导演呢合作也不是第一次了，但是我们最后一次合作是《千年来说对不起》，然后还有《志在四方二》。 那么在《志在四方二》呢，饰演坏妹妹嘛，所以这次在拍《大花镜》的时候，我有我的报应，我演那个姐姐被妹妹害，啊，报应啊！反派其实我觉得蛮难演的，所以我觉得这次 Apple 演得非常非常的棒，那么希望你们看完《大花镜》的朋友们呢，希望你们日后能再继续支持我。虽然接下来我还有几个作品，但是现在不方便透露。日后见哦，拜。